特别准备，我有拨片。哎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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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厉害了哈！我拨片是基本的准备，我拨片上面那个人是我。我送你一个，还要怎么比？两位现在是呛声的感觉，接收到老大的礼物了啊！看到没有？对对对。有如神助，夹起来了啊！神气神气。好，第一个就是斗琴的环节，我这边呢是命题作文啊。那两位要在现场给我们来演绎一下我们徐克导演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的音乐的一些旋律片段，两位可以再加上你们的 solo 做一个改编，好不好？来，志宁先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呢？先为老大铺垫一下，这意思是啊，你先来吧，晚辈，咱们先来。那就其他管知道了。哎，你刚才带来是什么？我们团队之间商量一下，要不要 jam 一段，还是我提出来，然后发现我调音对，调音。我比较心机，因为这样呢，我吉他显得厚一点，你知道吗？这弹不过老段的话，捷径的方式。我里边穿的背心儿，弹不过我会脱的。啊，我来讲。好，不要找借口啊。调的音不太一样，所以没有办法合奏。哦，合奏，那我们就享受，享受合奏。那我们就现在现场能没关系，没关系，就单挑。对 ，OK， 单挑。刚刚他忘我这样。好，你刚才那个就是我刚才欠你幽魂的，对啊。但是欠你幽魂对来讲是这个比较印象深刻。好。厉害！那是吴邦老师。他会速弹，厉害。